摆放支撑架，将轨道放置在支撑架上，准备拼接。注意，面对操作界面时，齿条应位于轨道左侧，取下轨道端板，将轨道对接。未装配的光轴插入轨道凹槽，用轨道对接板加强拼接处。取出矫正用的短齿条，通过互相咬合，各种齿条接触处的间隙，如齿缝无法矫正，需松动整根轨道齿条，再逐一矫正。将其轻轻推入纵向轨道，主副机箱底部齿轮和轨道上的齿条咬合，在断电的情况下，手动推机器能够平稳滑动，微微感觉到电机齿轮带来的阻力。根据切割使用的等离子、容器等不